请问师尊，可以传授莲花童子心中心所印吗？这是第二啊，第二个问题。莲花童子心中心所印，就是比莲花童子所印啊，一手持莲印，一手说法印。两手交叉放在胸前，就是莲花童子心中心印。你修莲花童子这个往生法，罪宿劫往生法，莲花童子罪宿劫往生法，就是要结这个手印，然后观想一个圈圈，当中有一个莲花，上面有一个莲花童子，然后你把你的心印到那个莲花童子的心，就是罪宿劫往生法。好了，解答第二个问题，莲花童子心中心印。